欢迎你再度收看 WTO 姐妹会。俗话说得好，小整可怡情，大整就伤感情。我讲的是整人，不是整形啊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对家人做点小恶作剧啊，增加生活的情绪，哎，又增添难忘的回忆。今天大家来讨论，怎么样整？好好的整啊，大家学习一下，增加夫妻之间情绪，增加家庭之间的感情。首先介绍我们今天专家廖慧英女士，欢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黄祖老师，哎，高哥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天堂回来了，我来到人间了，一别三个月，度假天堂普吉岛嘛。嗯，我说我从天堂回来了，我现在在人间了。我想整人的艺人常常是整人的哈，动不动在家呢，不然上节目，在家里也是会整，想想要整一下，对不对？对啊对啊，玩一下玩一下。但是廖女士应该生活情绪上应该不，哎，我应该是没什么好说的，整一下就是。我记得就我那个不算整吧，我在想我被我儿子整过，但是我也整过他们小时候，比如说他一直吃奶嘴。然后人家不是说弄辣椒吗？可是你辣到他又不好，那么小，对，所以我们涂那个黑墨水。嗯，然后他就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嘛，那就把那个奶嘴戒掉了。哦，那很不好意思，他母奶吃很久，我也把我的奶头涂黑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那变粉红很困难哦。其实很多那种是一个习俗，非得不非得要的手段，是非常手段。可是呢，在别人看就觉得，哎，你在整小孩还是？对啊。在各国对新生儿有哪些特殊的礼仪？在我们看起来像整的有没有？你来印度最多吧？像那个印度，我是讲就是印度西部的一个村里那边是，他们的习俗有点恐怖，就是刚出生的小孩子在十五公尺高的地方，可是上面就是丢。可是上面有人会接，啊，上面还会那个放一些那个软垫那些。软垫有什么用？你没接到就摔死。对啊，这样高空弹跳哎。对啊，印度人小时候就在放稻草比较好吧。就是他说这样子的话，他们家庭以后就来比较好，就是好运的那种。可是我是觉得有点很恐怖，七百年的历史，可是一定他们练过吧？应该每个家庭，每个都有练过接的功夫。七百年的那一定就很高手的。对啊，有的专门接生，有的专门接小孩。有带那个物件。有影片啊？有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哎呦，哎，这么高哦！我这不要而已，不要丢下去啊！都好害怕哎！好嗨啊！一姐，小孩子会吓傻了，小孩子哭了，小孩子应该会要求再来一次。最残忍是这个单位配这种音乐。Don't worry， 好像很嗨的样子。哎呦，弹起来啊！哦，我的老天爷！他们是印度的回家土的一个地方，很害怕呢。上来回去抽老哎，小孩子回家土的，他们那些小孩子应该不知道什么叫做恐怖，所以你们觉得恐怖，人家是个习俗。以前像那个我妈妈他们时代说，那边印度也是重男女嘛，就是一定会生到一个男生就生很多小孩，就对，就是我们生下来像我自己是五个姐妹，后来我妈妈再生弟弟嘛，那个印度也有人妖，我先给你看照片，不要吓到。人妖。哎呦，长得很恐怖，对不对？看得出来啊，看得出来。也没有啦，他们这我们尊重。没有，这个是我找比较好看一点的。可是我真正看到我们家来的话，真的我们都吓到，我们就全部哭了。就是长得很恐怖，就对。多看一眼。他们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他们去医院那边打听给哪家生儿子。就是根本没有人邀请他，他就来你家就一拿打鼓啊什么什么的，一直跳一直跳。朋友你要一定要给他签那些，或者妈妈身上，你都不是很会带黄金那些东西吗？他全部都跟你一定要，如果你没有给他，他都不走啊，你根本没办法庆祝有什么。你说这些人吗？刚刚对啊，这些人就是不是三个，就是来一堆人。就听到你家里有生男孩，就来对他就敲锣打鼓，你就要给他钱。是勒索呀。对啊，就比如说我妈妈带的身上全部黄金。他就拿走妈妈就算了，他还知道外婆家在哪里，连外婆家也是同样家就弄，全部家里的我外婆的什么什么东西都拿走。哦 ，David 呢？伊朗是回教国家，100%嘛，我们就这样办的。当然，大部分的男生要就是结婚以后喜欢生男的，然后生男的以后，他们一定要做到一件事，对那个小孩子就是改个礼。哦，一定要做，对对，这个是不是说不行，这个是回教我们那个伊朗的习，算是一种习俗。然后现在是很多方法比较不容那个小孩子痛，
可是我那个时候我是五六岁的时候才可以，我还记得很清楚。很痛吗？痛到我跟你讲，痛到那个医生一直我一直哭一直骂，一直哭一直骂，三个筋哦什么都骂。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手全部都被传搬起来要叫，因为我一直提啊。都搬起来，没有麻醉什么的，没有没有，直接切啊！你哦，我直接切，哎呦，那个时候不打麻药了，医生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有，直接磕，用刀用剪刀进去打开拉下去，然后开始剪。哇，那么鲜血直流啊，哭死！真的很痛苦，我一个礼拜要上洗手间之后。没办法，就痛到不行啊！回来我妈妈那个时候就隔离以后，就帮我做一个裙子，一定要穿裙子，不能穿内裤。对啊，都不是很多回家吐吗？可是我都觉得好像很多他们都根本没有叫医生哎，他们好像自己你说这个有的，我大哥是在家里弄的，自己割。有没有有一个人专门做这种事？没有穿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麻醉。大人哥，我感觉可怜了，因为他是很难照顾，他忽软忽硬的。因为你在护士去抹药的时候，会反应啊，会有反应，那个线会裂开。我们那边，我认识很多台湾人去那边做生意，他们已经那边过了，已经人家打他们去玩过，现在有过。但老婆打过，他觉得我一样黑人，老婆打过他一个礼拜已经好了。哦，他想说这样子啊。那是因为老婆照顾他，不会有什么反应。不会，不会，护士照顾就会的，护士照顾就我那就很厉害。我的伤口裂得更大，所以听起来是习俗啊，对不对？他的习俗听起来像整人一样。Tim 呢？一般来说，在西方国家，尤其美国，很多人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，所以小孩出生之后，第一个习俗就是受洗。受洗是，对，然后就是看你的教堂是哪一个派系的。他会有些是把一点点的水放在头上，这样孩子都会哭啊。可是你看这个哭得很大声，是啊，因为以前的人是认为说孩子不哭啊，他会活不长，所以家长会最希望打那个小孩大声哇起来。那甚至你看这样，他就是他整个头。可是有一种是比较东欧的国家，像苏联、希腊，他们都是一个水池，整个身体掉到里面去，这样做会铁定孩子会哭出来，泡进去。对，哎对，如果是全身的话，对。可是后来在美国，现在有些人是会怕，尤其是如果说你小孩是冬天出生的，他就会怕，因为教堂平常是暖气不会很强，然后你新生的婴儿，以前像我父母那个老派的人会认为说，你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内，要不然万一小孩过世，就是灵魂会回不了天。所以要一定要去受洗，就对。对对对。但那你看起来，我们看起来不像整人啊。这个比较残忍一点，因为一般来说，小孩我们一定会，就算是洗澡会给他温水，但是教堂里面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设备，对，所以给他的一定是冷水。其实这一定会大声哭啊！我跟你讲，就像这个，有时候是一两滴水在额头上都会哭。我懂他意思，他的意思是说让他大声哭才活得长久，所以他再冷就给他泡冰水，他哭得更大，所以这是整人嘛。何瑞元呢？谢谢。我的故事很奇怪，要差不多20多年前，台湾有好几个医院，他们那个产妇那边，他们那个婴儿车，他在那个走廊推，然后翻车嘛，很多婴儿就滚在一起嘛。啊，那个名牌什么都搞乱了，搞乱了。哎呦！后来他们就收拾送回去，完了后来纷纷的就一些妈妈说：“嘿，这个好像不像我哎，也不像我先生哎。”就在那出大事，那个时候刚好没有 DNA 吗？那时候没有办法马上验证一个什么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太太也在生啊，所以我就想个办法。另外那个房间有三个产妇，我就赶快把他们地址电话都留下来呀。我说我们以后要保持联络。交换的。有那个，你的小孩很好认呢。不然会变成来自生死恋那个。你看的那个很小，都每个眼睛每个什么都看起来都一样，红红润润的。所以我们一年后开第一个会，每一个抱来嘛。那就比较。我说男的女的要分得很清楚哎，然后你的是男的，我的是女的。男的女的，你问题是。像不像爸爸？像不像妈妈？什么有要看一些？你们现在听起来像笑话，真的碰到你的身上，真的是我会哭哎，真的是这样，很危险啊！我们每一年在做啊，我们一直到小三，
那你想结束啊？为什么不去？大家都包了，那个时候一定可以站起来，什么看看？哎，你爸爸妈妈来，哎，这个哎哎很像，哎，我们的你觉得像不像？哎，像啊，还要问别人 ？OK 了，就因为你的小孩已经有混血，最好认啊。到那个时候，到小学一二年级才有。才有特征出来，对，已经那种，因为他妈妈的那种脾气已经出来了。你是认脾气，不认外形哦。本性啊，个性像妈妈。他是男生，有一点点我的祖父的外形。Kim， 你小孩生下来是不是金毛吗？也会，可是我女儿比较黑耶。但是他刚刚这样讲情形，有可能如果你发生也会认不出来吗？我觉得有一点没有错。会这样？我女儿的话，我其实，在大安医院一排，我觉得我女儿跟他们看起来都一样，可是别人来看说，哎，老外，他们怎么会看得出来？我自己看不出来。他们是不是拍照的时候？ 出生拍一个照吗？对呀，拍照跟我小孩都不一样，看起来都不一样。还有跟着我老婆是 O 的 O 型的嘛，我也是 O 型，一定我小孩要 O 型的，不一定哦。没有 O 的 O 已经是 O， 的是 O，A 出来他是 B。我就想说奇怪，第一次出来 O 吧？啊，那个医院，我们那个医院，我们小孩子抱来，我太太给他喂奶，他喂下就睡着了。啊，那个护士说要惩罚。我太太说什么惩罚？说打，他就说什么打？他就拿他那个在他脚跟就猛打，有没有？弹脚跟啊！弹脚跟，弹脚跟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不要他继续吸奶，他睡着了，睡着了就没睡着了，醒过来然后开始就小孩子觉得饿了，没什么，还不懂啊。你醒过来，你不可能继续打嘛？你弹了醒过来，他吃不吃的再打。听说很多新著名的名字是父母亲恶作剧，有听过这种事情吗？我的就是了，真的不会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其实你们刺客李白强、刺客田亩，可是我刺客从小就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是这样，有点不好意思而已。一定是很难听的，是你取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因为是代号啦，不好意思讲啊。代号，代号。那个，其实我的名字从拉丁来了嘛，拉丁文就是说 Alexander， 亚历山大。对 ，Alexander 就是寿岁就是 Basil Sandra， 对不对 ？Sandra。对，是从拉丁来的嘛 ，Sandra， 因为这个 X 就会念 X， 好，就是 Basil Sandra， 然后就是 Basil， 我这个名字。现在我已经要讲，不相信的人统统就可以去 Google 一下了哈，我不会再乱讲话。哦，真的，我这个名字代表有这个名字的人，就是代表就是很外向，很会给人家生猪。嗯，个性很好生猪，给人家做朋友很好做。下一位。真的。开始变长。我还没讲完呢，刚开始呀。看。外放是 OK 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真的，很好生，人际关系维持的，还有好聪明啊，也是真的，这个我们不否认。好聪明啊，三大母子，三大好漂亮。下一位，哇，一个名字可以改变他一生哎！人家以前还是年轻哦，我们不是生出来就老了。是。然后我跟你说，然后还有这种药，哎，这种药是什么？我帮你弄的，我中文记得。好，下一位。哎呀，下一位，我已经把它讲完了。好了。喂。欢迎，很容易相处，漂亮，有智慧。还有啊，对，有钱呐，最重要。有这个名字的人，我跟你说是真的了。有这个名字的人，他的目标就是什么？去帮助他所有旁边的人，满足旁边的人，不帮助，帮助，帮助，是满足，不是帮助，去帮助人家。所以从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就知道我是这种的个性嘛，他就知道我刺客名字的意思是什么。可是是爸爸妈妈取的，是我爸爸妈妈取的。对，所以我就是觉得，我爸爸妈妈就是从小就跟我说我太聪明了，太聪明了。可是我的聪明的地方有时候把它用坏，所以小的时候都别人比，别人想不到的东西我都有办法用错地方了，人家对，我用错的地方，该做的东西我统统就去想办法去做就对了。所以啊，我跟你说，当我三年级过小的时候，我爸已经受不了我。这么做坏事都在那边，我也要把你送进那种教会学校。教会学校你就是一个月才可以回家一次或者两次嘛，住在那边了，都是 priest nun， 就是在那边，我就是啊是。可是因为他常常讲我做坏事，他就讲。
我做好一次，他就这样。到后来有曾经不可能会发生的事了嘛，拼命做坏事。有一天我爸哑口不讲话了，我早上起来，我的衣服已经准备好，走，我带你去。去哪里？走，不要讲话。哎，真的，我爸妈，我做活命。他见他开车子，开，快一个小时，到他停下来的地方，我就真的是差一点点尿裤子。哎，真的给我带进那个教会学校去。就让你住学校的。对啊，给我带进，我都心里都吓死了。他真的给我带去，然后那个他应该先打电话，一去那边人家已经在等我妈妈，就知道我们是谁，然后带我去参观我的教室在哪里啊，还有那种很大的教室给你写祝福什么祝凤雨出什么凤啊，那种那种教会你要在那边几个小时，然后我的房间在哪里，空好几个人一起睡了，然后看有做什么，我跟你说我当场就跪下去给我爸说，哎呦我会乖呀，不要给我留在这边来，我一直哭一直闹一直哭一直闹，哎，我跟你说我哭的哭的哭的，所有的人就一直听到一直拉我爸爸的裤子，到后来他就说好，我给你记这个名字，你就要帮助人，可是你再给我做坏事，就把你丢在左边，你以后不可以回家，我从那个时候会这边，所以没住，你没住学校，no 又带回去了，对，你变乖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以后他就说放啊，因为他就弄一个小小的行李箱放在旁边，他就说那一个衣服。我不可以放回去，只要我不管，他就不会穿第二句话，他会把你跟着给我拿走。哎呦，这父母很好对付他。对啊，那谁还会怕？你对你小孩会这样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哦，有一点。终于了解你爸爸当时的心情了。是的，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说，我这个名字的意思，感动就是对了啊。还有一个，我最重要忘记讲了，灯都亮了，灯都亮了，灯都亮了，吓到我们灯都亮起来了，灯都亮了，他也想到了，是聪明人会帮助人啊，就是穿得很漂亮，还有哎，这个真的不是假的，有这种名字的女孩是声音非常的 sexy， 很好听。有吗？是给我一根棍子，只能说他的声音蛮有特色，有真的很有特色，真的。你拍拍手。你小孩满意你爸爸妈妈帮你取的名字吗？我满意，我喜欢，非常满意，我真的喜欢我的名字。是是，你是亚历山大，那我们就不了解了。欧阳山为什么叫 King 呢？对啊，我因为名字叫 Kim， 然后我父母真的是那个时候有一个韩国的圣人，他用这个名字去给我就对了。那个 Kim, 所以这个名字是韩国的一个圣人，对，韩国话都是 Kim 啊，对，嗯，对，这个是 Kim 的意思。不过因为西方人跟东方人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，比如说我问你，你的总统是谁，你一定会说马英九，对不对？你先说他的姓。那美国不会，我们是 Barack Obama， 对不对？所以是名字，然后是姓。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西方人是，应该说我父母是搞不清楚，所以他就这个是姓啊，这是人家的姓。对，但是他给我这个当作名字也 OK， 差不多。然后我发现很有趣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因为中文讲华语的人比较少，后面那个字有这个音，所以常常人家会问我，哎，你英文名字叫什么？我说 Kim， 他们都会说。King， 对，所以这个也不错，我变成皇帝。国王啊！你这个一个亚历山大也是帝王，也是王爷。然后就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有机会住在东方人的地方，就是那会在北大念书。然后那个时候北韩的留学生非常多，所以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会有这个老外有他们韩国人的？对呀，他就觉得这是韩国人姓。他就一直很喜欢说我是特务。然后我听不懂特务，我查字典，哇 ，spy。最后说，在美国大家是认为说你的名字会影响你的命运，很多人是台湾也是一样，台湾也是啊，很重要。真的吗？就什么名字？然后在我的例子来讲，因为这是一个东方的名字，然后我现在住在东方，真的有影响。啊，冥冥之中了。对，讲起来东方人看名字，真的有时候有算，有算，大部分，对啊，请高人指点。对对对，你们外国人会吗？那安娜是英文的名字，这个是君主家是，好像我去那个
刚看见那个，在那个水嘛，这个阿妈给我，他们给我寿喜啊。对，这个是七杀，七杀是我们的南京的话。七杀。七杀是那个耶稣的话。耶稣的话。耶稣的话，因为那时候我妈妈给我玩音啊，爸爸有一个徒弟给别人带打架，那个说他的徒弟，爸爸说他的徒弟，刚好那一天徒弟回来的时候，妈妈生我，刚好徒弟是爸爸的。他们叫我七傻，七傻，七傻那个耶稣的话，对，还有我们那边有很多英文的 Jesus， 这个是我们的话，七傻，七傻，对我们的话了，像耶稣的话这样，对对，他们还有这里是我们那边有很我的哥哥啊 ，Friday 呀，我上礼拜五嘛，叫他 Friday 呀。对，小孩子叫 Friday 啊，真的，我的大哥啊，真的，他先 Friday， 爸爸说 Friday 啊，还有 Sunday 啊，真的，还有Tuesday、Thursday 都有啊，啊，真的，真的，还生的多了不好叫，他刚好生七个，对，对，还有一个我的小妹妹啊，妈妈要去生时候做那个七千多嘛，来不及生那个七千多里面。叫 taxi 啊，真的叫 taxi 啊。名字叫 taxi 啊。对。女生叫 taxi 好吗？真的你习惯了，你这么小就跟叫爸爸了。男生也就好了，女生叫 taxi。我们那边有一个是Wednesday 都有，每个人都还有我的那个妻子啊，是因为那个名字我觉得很好，非常很好，因为我来台湾我中过乐多啊，上次我中过那个大乐多五个号码。差不多五年以前呐，就没有多少了。我中差不多300多了，就没有多少，4万多块而已了。哇，4万多块，对呀，已经蛮多了。其实你看，连两个字都没中，名字取得这样反而好养，真的好养。名字取得太重，我可以来台湾啊，那么舒服这样子呀。洪江，对啊，我你这名字取得很好，你活很久哈。大家知道我叫孔江，那其实是我的艺名，啊，我本名叫江孔 ，Emmanuel， 对，哇，好长哦，因为我们那边信基督教，然后我们这是每一个生孩子的时候，每一个父母他们会短信书。起很多名字，但是我活动的时候，我有非常喜欢的一个偶像，他这个很有名的偶像，他叫 Phil Collins。Collins。然后后来我弟子改我的名字啊，我改说是叫 Phil Collins， 因为我。你叫 Phil Collins 啊？对啊，我喜欢这个偶像，对，很难改吧？对啊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改得过吗？对啊，我所以我现在改叫 Philip Conkian 了。所以我现在强迫大家以后叫我Philip Collins， 因为这样会跟他一模一样伟大的人。对，我今天带来了一个他的一个课。So you loving in the morning on the early rain, and I hope it so goodbye. Got a ticket, got your suitcase, got your smile. 你还唱下去吗？I can't stop loving you。你不讲大家不听啊！I can't stop loving you。还有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刚唱副歌就好了嘛。对啊，你们唱副歌就好了嘛。I can't stop loving you。机会难得啊，让他好好秀一下。金柱明来台湾了，你们生小孩，看到台湾很多小孩子的这个生小孩的一些习俗，有没有觉得不习惯哪些的？没有，真的。像我生的老大的时候，都是妹妹嘛。你好意思，然后我生的时候就是午夜，啊生的就 OK 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中国人的习俗，小朋友梦魇的时候，不是这个就算了，我不对我婆婆就说要签，可是我还是不签，因为你的头发很多，我觉得是你好意思不要去碰。可是我婆婆突然就来，下午大概2点多，生的，你今天梦魇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赶快去走一走。可是我生的是午夜。那个时候我们也六月，2点多就是那个太阳多大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，我小孩我带你出去，你出去，你要去走一走。你这样子的话，闷热那一点，你要走一走，然后要限制这个时间，你下一次就可以再生一个弟弟来了。
然后因为他想这样子嘛，我老公是老大嘛，我就是觉得很烦哎，可是我还是按照他的意思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走半个小时回来，胸部就毛很了，你知道？然后就试都就是觉得莫名其妙，天气那么热，好，没有多久大肚子，生下来就是妹妹。啊，本来要生男的，生了妹妹的。生妹妹，然后生妹妹的时候，我婆婆妹一直在那边给她换尿布，在那边就是扎一条，为什么那一条没有拉？每一次换尿布就会加了一句话，好。老大四个月的时候，这个我就是吃得好恶心，小朋友会流口水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啊，流口水嘛，放回兜兜，宝宝，就，你放回兜兜没有用，因为他会流口水很久。对，他要开始长牙齿才会流口水。对，不，小孩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婆婆就去。我这个饼，对，我这个饼干就买的小，婆婆就买的男生很大，就是一大堆饼干这样子放在小孩这边。我跟你说，你放小孩在这边呀，然后带小孩去走一走。哎，可是小孩口水还是一直滴，还滴在这个的上面，就很黏黏的。然后。我的妈妈，我不肯这样子做。可是我看到那种阿妈，他们就会这么做，你知道吗？来 ，Kim， 你先弄这样子，那你到时候帮我转注一下。然后那种我抱小孩出去啊，哎，人家老阿妈跟到小孩这样子就会，哦，你在流口水啊，用饼干扎在小孩的口水这样子，就吃下去。阿妈吃下去了。对，每个人都要吃一下，你帮他洗完，他才不会流口水。老是收掉，大家众人的力量帮他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啊，我自己的妈妈，我不敢吃她的口水。他们说阿妈就。你这妈妈不敢吃他饼干了，我不敢。卖相不好。会怎样了？要吃的，心多了。他们就会这样子，所以。这里看起来觉得在整。我一见到我就会看他们这样子。你怎么敢吃我的小孩的口水？我的妈妈，我不敢哎。那你太爱干净了。以前我们小孩子啊，比方说一直流鼻水啊。对呀。啊，不要叫了，流鼻水。还不能用卫生纸哦，做老爸的直接用嘴巴塞他鼻孔，那是吸出来。妹妹就是有流鼻水的话，一点感冒的话，你就要把那鼻水通通把它吸出来。我弄过啊，你也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一点盐巴盐巴我弄过。你弄过？这个我不敢，这我不敢。有点盐巴，你要有一点勇气啊。但是，所以你对小孩子不敢做这些事。生出来，我也没办法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要碰过这种事，我就是有一个怀疑，妈。救命！看你要救吗？我婆婆就赶快来。不是，你第一个是习俗，你不敢吃没关系。第二个是医学的部分，如果他塞到怎么办？可是你要知道，我生小孩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那一种的，对，已经有那个，我生的那一个，以前没有。对，我想妈妈是这样，如果有就用嘛，没有的话还是对对对，还是要对啊，眼睛一闭，眼睛一闭就过了。对，可是我们这种习俗对我们讲回来，我们英国不可能有这种东西，美国可能也是不可能嘛，所以对我们讲回来就是其实不修暖。他自然口水也就会没有啊，对呀，但是对呀，对呀。奥利弗尼亚，我就是囡仔多好啊，满一个月时阵呢，我不能接受，因为就是我宝宝多好啊，迄囡仔一个月那一天，但是一天迄囡仔爱都头毛都我讲啊，爱都我讲讲啊，阿公把说无得用啊，你讲奇怪，我受不了，迄囡仔头毛够水，阿都我呢可歹看，不习惯了这个。对呀，就讲妈妈，迄麦路干来讲，无啦，因为那个水讲，啊，唔是给你卖菜，囡仔去卖，我无爱好，我你要做阿弥陀佛啊，不会啊，是阿弥陀佛。可是我一直哭呢，那一天呢，我过来听，再给我找囡仔去卖我。我反正以为他们这个送去庙里。剃度。囡仔多好，一个月而已，佮袂去卖我，我鸟喂。啊，鸟喂。心中比我们更爱开玩笑了，恶作剧更多了。Kim 啊，要不要讲讲看？在美国，我没有感觉父母会特别去整小孩，但是父母有个特色，假如说你孩子做出来什么奇怪的反应，他们会继续做。比如说，很多父母很喜欢把巧克力的蛋糕就塞到孩子的脸上啊，真的？对，所以他会一直做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们喜欢去吃那个意大利面条，那有些孩子在吃的过程，他觉得很好玩，就放在他的头上。然后父母看到觉得非常好，哇，一直鼓励，哎呀，会一直重复，所以就是有时候孩子有可爱的一种反应，父母会鼓励他一直做。那今天我有带来一个 VCR， 就那个家长看他孩子的反应，觉得非常好玩，所以一直鼓励他。真的，你看看，好笑。
可爱了。小光头一样。一直笑，喜欢听那个声音、啊。他的声音，哇塞，孩子声音都火，好可爱呀！好可爱。对，小孩子对某一种声音或某一个动作，他会一直持续的嘛。对，就觉得太不可思议。因为一般我们大人看到一张纸不会有反应，可是那个小孩就觉得非常好玩了。对啊，那我自己整我孩子，我觉得不多，可是我女儿有提醒我有整过她。哦，我想起了。你怎么整她呢？就是。因为我自己是比较会失眠，所以就是说我能够睡到5点半6点，我都自动会起来。但是别人都还在睡，那平常这个没有关系。可是在美国，尤其是2月份，我们有那种小小的节日，比如说什么华盛顿的生日或者林肯的生日，都会摆在礼拜一，所以会变成一个连续假期。那礼拜一就不用上课，可是他们很容易忘掉，所以我自己会等到礼拜一早上，他们都在睡得好好，我赶快去烦他们说：“快点起来啊，要上课，你迟到了。”他们吓到了，他们穿上好衣服，都吃早餐，然后赶快上车子给他开到学校。但一路他都没发现，他都没有发现，一直到学校，他觉得奇怪，怎么都没有车子？说：“对啊，没有车子，你那么严重迟到，当然车子都没有，还在回去了。”然后他下了车子，他们跑到学校的门口不能开，很奇怪，怎么不能开？然后我都在车上一直笑，一直笑。这妈妈真是坏坏哦，超无聊。我们最多是整到他穿好衣服，对就结束了。哦，多好玩！还开车要一路演戏，演到那边去。那小孩也真奇怪，没想起来。小孩子其实真的还蛮好骗的。沈总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太会追小孩，可是我老公。所以有时候外国人比较会，我告诉你，我老公吹坏了。像小孩小的时候，小孩大概1岁嘛，会坐他们那一种特别的椅子，小孩的椅子。所以比如说，有个小孩是水果的时候，我都会给他切，放在一个碗里面，小孩开始自己拿了嘛，对不对？想吃就自己拿。最后一次，我老公很喜欢，比如说我切那个柳丁给小孩，就是切皮削掉，然后切小块放在那边，小孩自己柳丁吃慢慢吃，对不对？我老公等一宰就放2块小块柠檬在那边，小孩不知道了嘛？哎呦，小孩不知道，然后小孩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吃饭了，小孩在那边，好，我们在那边吃饭了，小孩在那边。开始那种捏了就开始哭，我老公在那边笑得很高兴。哎呦，讲到柠檬就有点。这个就不算了。有一次，那个天才在那边喂小孩吃那个木瓜汁，那个黏黏的，对不对？小孩吃一口，七色的；小孩吃2口，小孩吃3口，他吃那什么？他吃那一个小凳子放辣椒酱，放在小孩的嘴巴里面，他想知道他会怎样。我跟你说啊，小孩，我觉得小孩是最好玩，就是这个。你放在他嘴巴，像我们的这个，丢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小孩就开始要哭的时候，吞进去那个脸，他就红了。好惨哦！哇，好狠哦！要给小孩拆开水啊，拆什么？小孩就不要，就一直哭。哭死了，然后我老公哭的就是一直笑啊，他会觉得很好笑，真的好笑，好笑，现在看的就是最好笑。可是我发现的这个好像很有遗传啊，因为我们家有2个姐姐，然后我过好久才生的弟弟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2个姐姐会弄弟弟，一直蹭弟弟什么蹭，我们不容易生一个儿子。你看他把我儿子弄得怎样？这是儿子啊。对呀，姐姐把她打扮成这样，而且还泼到网络上。我好辛苦生一个儿子，把她弄得变成个女儿一个。哇！我就是还被很多门搞，然后会在那边哎，他也蛮喜欢做这样的装扮的，用来增加生活情趣。对呀，对。然后，可是这个不是我们，如果在网络看。好多这种父亲，文青有说不是我们家的人才会这样子做。对啊，这个也是，可是这个还是这是一个有点半雕像的，对，不要让他躺在那边。对啊，你看这个还有穿高跟鞋，对不对？刚刚真的是很小的 baby 都还在睡觉的感觉，对。啊，你看这个
父母是不是把他弄得这样子，把他弄得就是心里想。可是我要讲下一个不是我找的，我一定要讲，你敢接受父母？哇，希望他赶快长大了。这是穿一个洞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来日方长。哎呀，真的。对啊，他把那个这个弄个洞，把手指放出来嘛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要这种父母的人好多哎，不是我们。我想最会恶作剧应该是何瑞元吧，哈。我们小时候去外祖父、外祖母的家哈，大家都在那里很悠闲，爸爸妈妈、外祖父、外祖母，他们就在后院在那里休息。有时候会说，我们喝个啤酒，喝个可乐什么的。瑞远，你去拿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就进去拿，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拿掉以后那个罐头嘛，就先在那里五分钟。好坏，有没有？完了就拿去去就给他们。一个一个在那个院子一打开，砰，满身都是，连树上的叶子都是，对不对？我们做很多这个，还有一个很好玩的，就是你去那个餐厅啊，你去那个餐厅完了，有时候人家爸爸妈妈点什么，然后他去洗手什么，你就把那个盐巴跟那个胡椒粉，你就把这个盖子有没有？然后你放一张纸什么在这里，把整个倒过来，盖子放在这里。啊，这样等下一次他要弄的时候，一拉到是哇，全部都是，所有的盐巴都掉在他的那个食物上，好坏，这个是。不好吃啊！浪费时间。有时候我爸爸晚上他喜欢喝一点咖啡啊，我妈妈有那种食用的那种颜料，各种颜色嘛，他做蛋糕什么的，就拿那个咖啡色的，用白开水就调一杯，看起来有一点像咖啡的样子，但是爸爸在看电视喝一喝。哎呦，今天的咖啡怎么那么淡呢？都是大人整小，他该整爸爸吗？整爸爸，多敢，对不对？好，林峰你啊，我的是小时候，那股还读书三年级，吃嘴嘴，你是吃一斤鸟哦，一个在嘴巴，一个跟在边啊，吃在边。一天我同个遐，我看嘴嘴跟在桌顶，我妈妈放那个黑胡椒饭。我讲妈妈，我的嘴嘴呐，规弄迄个乌乌的是安怎啊？我讲妈妈讲，迄不是，今麦我不爱喝你吃嘴嘴，我用迄鸡屎喝你吃。我讲哎呦，那我不爱，我开始真正嘴嘴丢掉，无咧吃。一直改我妈妈生日，我讲其他你我要报复我妈妈是安怎？我直接一个蛋糕给她。里面我开始做黑蛋糕，我说妈妈今天你生日，我做一个蛋糕给你。妈妈好高兴的说，我做囝做又好啊，那个做一个蛋糕给我吃。我妈妈切的蛋糕是怎了？切一个讲啊，那呀做白切的那一个物件黑黑的在里面，我放六个夹爪，黑鸡夹爪里面。你放在蛋糕里面？对啊，因为蟑螂。你这不是恶作剧的哦，你有点糟蹋食物了。哎，假的啦，假的，假的，在那边，吓人的，吓人的，假装。啊，现在哦，我妈妈那生日的时候，伊唔敢迄蛋糕安尼切咧看，伊拢把手咪咪安尼切。现在还有阴影哦。对，伊拢会起哩啊！我那回去，如果都是当生日，哎呀，那切惊到要死啊！我吓到内在有阴影。真的。跟阿姆讲一马，我阿公走惊哦，保护我。即个我讲，阮查囡，我伫遐咧看电视，伊来讲，妈妈来，请你啉茶。讲，阮查囡偌好，做又好，我伫遮坐咧，讲袂好我啉茶。我啉了，啊！我讲，我不行了，我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我今天那个好好的茶，我给瓜哥喝看看。哈哈哈哈哈！鸿门宴啊！没事啦，我一直哭，小孩子给我。里面有没有辣？很甜的哦 ，OK， 好不好喝？你这样就提醒。没关系啦，我们要接着杯子。这个录到这边就好了吗？一、二。那什么东西啦？很可怕吧？对呀，绒毛毛的。你男生不要笑，男生笑你。廖老师啦，廖老师。廖老师出手哎！你们有没有看过？还没有，Sandra，你要来了，Sandra，你不要这么高估
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不会怎么看掉而已。感谢我们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一。这么害怕？不要哭，我那一天我是活的。啊，是活的吗？没有啊，它这个是糖果的，这是看起来都是毛贴在鞋子里面，粘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就说粘着啦。是真的吗？对不对？观众一定想看，对不对？观众想看，对不对？一、二，不给你看，明天再看好。一来来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它是粘在里面的，烧起来啊？不是，它是一起烧起来的，一起烧起来的啊，烧在里面的啊，杯子就烧在，一种设计啊，一种创意。哎，你不要给爸爸妈妈，你放在家里，爸爸妈妈80岁了，你。吓死人嘞！对啊，哪一天公公婆婆来家里做客，自己拿个杯子啊？哎，你们不要开，我觉得做这种东西的人不应该，不行呀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快来帮我们按赞、加订阅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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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